对香精做更多的服务，非常欢迎大家。那雅馨是从新，现在在新，是吧？你现在在行政处法制科，法制负责法制啊，香港。那你住在陈天发这边吗？是啊，对，特别是经济系啊，那经济产业发展对马祖来说还是一个未来的主要。加油啊，非常欢迎啊，一起加油啊，子熙加油啊，这个年轻有为，你们两个最年轻，这个以后马祖就是你们的啊，好加油，黄金也欢迎再回来啊，志豪也非常欢迎，这个之前在地震组有很好的表现，我们都有印象。所以听说你要回来，我们每一个都副县长，这个税金一下，大家都欢迎你回来啊！要加油啊！欢迎大家啊！